只是睡觉，睡姐姐的更衣间不就好了吗？你又没有上班，又没有赚钱，随便有个地方能让你睡觉就已经很好了。孔欣啊，吃吧。家里最不重视的女儿，是亲子鉴定。我不管怎么想，都觉得我不是我们家的女儿。我真的希望我不是他们的女儿，可是我跟我姐怎么可能会是亲姐妹？只听单方面的话很难说，这是姐姐该说的话吗？我还不如陌生人吗？知道我为什么在冬天搬到会透进冷风的顶楼房吗？那是因为我好想逃出这个家。不管我怎么样，大家也都只关心姐，不是吗？8月1日晚间6点，美女孔欣。